我是欧厂长，一位骨灰级游戏玩家，业余网络播客。我爱打篮球，百发百中。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我，我就是爱打游戏。我是一个骨灰级的游戏迷，我喜欢玩游戏，也关注一切游戏的动态资讯，不管是电脑游戏还是主机游戏，不管是十年前的老游戏还是近期的新作，不管是评分超低玩个五分钟就想入坑的所谓垃圾，还是一玩就是玩个几年的神作，我都愿意尝试。对我来说，游戏就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这里有我很多游戏，正版游戏虽然很贵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游戏是制作者用心在去做，就像我用心做视频一样。我其实不认为游戏是艺术品，我一直认为它是娱乐产品，非常商业的娱乐产品。四年的大学，四年的游戏，我像其他死宅一样玩了上千部游戏。我在这些虚拟的世界中获得满足，得到快乐，同时也有迷茫。除了这些虚无的东西，游戏还能带给我什么呢？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，难道就这么一直死宅下去？于是我开始接触游戏视频录制。这就是我的大学，我把四年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里。这就是中国大学最让人无语的地方，你在这里待了四年，却对这里没有任何归属感。爱上失足少女的化学系男生，黑白颠倒天天在寝室撸管的室友，得了胃癌跳楼自杀的学长，每一个刚进入大学的新兴学子，都想放开自己的双手，敞开自己的胸怀，去寻找自己新的台阶。而在被现实活生生的强暴之后，他们又默默地把自己的双手捂在了两腿之间。我觉得我不能这样，我从小就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要用一点实际行动发现自己的不满。囧的呼唤就这样诞生了。囧的呼唤是用我的声音去呐喊，而这一喊就是五年。在我早期的游戏视频中，我设置了敖厂长和其他游戏角色，为他们搭建了成都眼镜厂这一平台。也就是这个平台让很多网友认识到了敖厂长。囧的呼唤十几期的时候呢，是以单机游戏为主的纯讲解类型的视频，但后来我认为这样做是不行的，于是我创建了敖厂长这个人物。但是有了人物过后，我需要一个舞台，让它显得更加有血有肉，我就为敖厂长搭建了一个舞台。那么这个舞台就是成都眼镜二厂。成都眼镜二厂剧情很受观众的喜欢，有些观众甚至知道成都眼镜二厂，却不知道囧的呼唤。我想在成都眼镜二厂剧情的这个架构上，我的构思是成功的。眼镜二厂的剧情多半是虚构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丰富，眼镜二厂的剧情已经不能满足我对游戏视频制作的需求，同样也不能满足观众的视听需求。现在人们生活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面对这些压力，咆哮吐槽已经成为了一种解压的方式。那么我能不能在视频里吐槽呢？正好也是受到国外著名游戏播客 Tencent James 的影响，我也开始制作以吐槽为主题的游戏视频。囧的呼唤由此而生，到现在已经有了100多期。
不少观众总以为国内网游收费模式坑爹，道具收费既影响游戏公平性，又打击玩家积极性。很多玩家将国外单机游戏作为榜样大肆赞美，实际上真正的国外单机游戏正把玩家深受厂商收费模式的荼毒。在国外，道具收费有一个新的名词 DLC。 DLC 是游戏的扩充内容，是这些年的一种新兴职业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考虑过是不是做专职的网络播客，但是我的初衷就是给观众分享我在游戏中的快乐。很多播客在做视频的时候，他们的初衷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为了开心。但是做到后期，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播客商业化的问题。敖三三以前一直是站在反网流的第一线，但是为什么现在打广告了呢？现实和理想不得不发生一些冲突。反网游只是我灵魂中的最深层次的想法，但是面对现实，我需要为现实进行一些妥协。同样，我也制作很多单机游戏视频，延续我自己的初衷，为囧的呼唤添加更多的品质。原则不等于立场，没有原则是我的处事方式，而立场是我坚持自己视频的一个脊柱。我认为商业化播客这个问题不需要太多的讨论，它只是每一个播客生存现状的一个真实反应。